在这些点灯、大灯、小灯的背后，我们可以看到有不同的人在不同的领域引导着大家往更好的方向前进。我希望在这段国以后的日子里面，你们可以忘记李海湖这个小市民，但我不希望你们忘记香港警察，因为希望大家细水长流，永远支持我们香港警察，警民上下一心，令到香港回复我们以往昔日的香港。咁咧，有一句说话我趁住今日一定要讲，我一阵间姜母揸咪嘅时间啊，就系大家睇完呢本书之后，留意我嘅古仔最后嗰句说话。我想做警嫂，呢个事情系真噶，你话晒得几句啊？多谢。